定要带东西，因为我被炸到了。你有准备要包？我乔恩，我相信哦，他是不是很缺钱的人、啊？乔恩要办婚礼，有，当然有啊。他办婚礼，我当然知道了、啊。在你们都知道前，我就没有了，开玩笑。但是我现在不是很确定那个时间，我还在商量，我跟他还在商量，因为那个时候刚刚好是我们工作的时间是比较热门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还不是很确定最后情况会如何。他跟我讲，他又不是发喜帖，他只是跟我说：“哎、欸，阿炳，我要办婚礼。”有准备要包？我乔恩，我相信哦，他是不是很缺钱的人、啊？我觉得钱对他来说的意义哦，就不是特别大，所以我觉得可能会用别的方式了。你也会想补办婚礼？我还好哎，等小孩大一点呢、啊。是等小孩婚礼一起办。不要吓我。不想，不要太早结，对啊，不要太早结婚了。